如果我们俩有缘的话，一次是不够的。有一个湖北的大哥呀，今天要过来，预计还有两个小时就要过来了，来看望小丽啊。希望啊，这个大哥啊，能够来和小丽蹭出一点火候吧。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呀，辛苦你了，这么远。一年多了啊，一年多了。我是忠实的粉丝。嗯，感谢感谢啊！哎，你好，这是朋友是吧？哎，你好啊，哥哥啊啊，吴家哥哥啊。你们开了十几个小时吧？开12个将近。哎呀，辛苦了啊，辛苦了啊。其实你们很有诚心啊，很多人问，但是你是第一个直接过来的人，必须带着诚心诚意过来的。我相过亲，我当时我拿的是花儿，成功率高那么一点点。哎呦，我就着急往过赶路，忘我正好，为啥在这里？谢谢谢谢。想象中的一样，比想象中还好点。
但是我不知道小丽这个女孩嘛，初次见面她能说啥是吧？是是是。一会儿的话吃完饭，可能你们两个留点时间，你们两个单独的去吧。有些话没法是吧？是是。丽。那个都喜欢吃什么菜呀、啊？这是这有啥说法吗？这人说的啥啊？你是师傅，师傅请上座。我是来是抱着诚心诚意来的，我也不欺不骗，以后也不会不欺不骗。我就是说啊，那因为小弟他摆摊，我也有摆摊的经历，我有这个同感。有这同感就是等于身体挺瘦的那种感觉吧。他一个女孩带俩。那个我老家我那个县城我也农村有一个盘子也有盘子他总共这个100多亩三居协调就是我也自己的生意生活挺稳定我感觉我能有能就是他不干活我也有能养他因为作为一男人我讲首先得有担当你得不能啥事都用女人去干去张罗是不是对对对你有担当顾家这是挣钱这是首要三点是不是别有那乱七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是这么多这么大事经过一个婚姻了你这进入第二次婚姻要过比第一次还好对对为了为对方为了说啥为了咱们俩还为了当大家亲戚不好亲戚朋友都会惦记你包括你的亲戚小弟最主要是孩子对还有孩子最主要孩子是都会互相照顾互相体贴互相关心一点是不是大哥其实我们都很奇怪800多公里一来一回1600多公里是你说来就来了是什么样的我跟你说一说这个原因啊因为通过你的段子看小弟从前到后我看了3遍小丽的生活的经历跟我的经历生活的经历相同完了之后因为她这会儿又挺难的她那会儿就打电话跟那个房东的女儿啊对说好多好半个小时那种无助的心我那个心情就是挺激动的所以有用冲动因为我之前看段子之前看小丽是89年我是85年因为我们年龄相当年龄相当同样的经历我有同样的感受心理所以说我有就很冲动就跟你联系了但是跟你聊完跟我哥聊我家我哥聊这是你哥这样就我姑姑家的姑姑家的姑姑家的我哥是昨天晚上呢还我在这刷鱼缸呢这是给我问我说明天有时间吗给我出趟门我说上哪他给我发了定位我一说我操这么远河南呀我说你疯了从哪想去家门口都没有吗哎就后来他给我解释说怎么认识你的看那些视频啊段子他给我把你正好推过来然后昨天晚上也确实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些你的作品包括你置顶的一些视频我也看到了一些成就我觉得应该靠谱不像骗有点靠谱我说那就反正也没啥事啊就过去看一看要不行的就当旅游了当玩了呗就当散散心就这么着两个人就过来了就来了但是我们走到北京的时候家里边人都打电话找我们说你们干啥去了疯了就跑那老远就开始炸了窝了见到小丽我才发现我这兄弟算是没有白跑知道为什么说从12点就开始要往这来做饭你都会啊？做饭会，那可以啊。就是基本家庭就是闹炒菜我的都。哦，都吹啊。就说我今天能来到这儿跟小丽见面，我就有能力养活她。即使她不上班，如果我没有这能力，我一月挣2000块钱，我想都不敢想。是的，是不是？我这是实话。吃饱没有？吃饱了。吃饱，我带你去看看酒店。行吧，好嘞，你们两个先吃一会儿行吗？行，先吃一会儿，我们去看看酒店行吗？啊，咱走吧。走吧，先吃着啊，我们先去下去转一圈啊。好好好好。